今天摘了好多茄子，现在挑点给我妈送过去。家是能的呢。俺家不是老的那晒干呀。先去植些鸡蛋吧，等俺娘弄完菜就不叫去植。你看你们小鸡。哎，我到底受不着你的食品呢？受不着，那人们都挂住了，他就有了。你啥时候回来？等那又花了手机了，也受不着你了。受不着你的食品了。你也漂亮漂亮。住几天一年？五块日。我你快八月十五了还是咋的？快八月十五了，我再给你收啊。中。看那个啥？我你这个垃圾，你拿俺家拿，你得顶上啥啥子车厢啥？走吧，俺都走了哈。走吧，走。我还哪个地方呢啊？俺搞掉了，不是你了，走不走？走。走吧。哦。垃圾的。俺娘这钱了就吃了吧，哪有地的钱了？地了，我切了，我才能切就吃了吧。呀，我那切了，炸完一拉拢，你一地整些。是俺一地里摘了也不带哦。是，又去地里鸡蛋。你这里是鸡蛋。太多死了都。太多死了吧？我见了好像回家没有了，切了，俺都给冻起来了。为啥又一拉了？你筛心儿呗。你再说点。俺都也晒了，俺都也到啥？你晒了也不得吃吧？也到啥晒去？上山去，上山去，晒了多了也不行。那有弄有卖了这烧瓜去？这一个人卖奶，卖奶给你超市了，就他家。送了着。那我送了着。你来弄人了？做啥植物啊？你来弄啊？哈哈。不是，就送了药，他用不着忽悠该了，忽悠该红了，给他要很久了。下子了哈。下子那会装布袋，倒子装不上布袋，是。现在些还吃的，你是咱说离倒了，去洗洗。你都吃。那又去给他洗了，来，翘了还好了还。好了好了，那就洗洗了。怎么都吃了吧都？俺都不吃。都吃了，倒了厉害，这都真倒了。人家一个就买了着。给了呀，刀子了。快去弄来吃吧。你就吃六了。这吃吧都。这咸鸡也能弄了吧？怎么说弄还有弄个咸的都？我以为你会弄鱼了，弄两会吃完呀。一会儿回来再去下来。你都去想了。晚上的电视到了，跟俺电视在一样的玩心儿。是啊。弄点跟那炸点青椒，那青椒多了吃饱啊。俺娘养的这青椒是好，比别的咱俩咱摘青椒了。说多了你，吃个玩意儿。要少点了就中了。少点了你得去想了，你得弄了吃饱哈再去买。去想就两天就坏了。好了，再种了，种了丢人吃吧。这回吃了的。不要了，后摘了呢。我再去给你摘点水果了，等着等着，水果我回上这家门都吃了。水果了都摘下。哎呦，这两天我上头的小水果出了了，都在漏的了。就咋说的了我？不说水果了，长长的，说大舅有菜后再去买。我忘记了。那回那苦苦的拉了好久。是，俺就苦过他这个。我就没经常瞧着，就拉了好些。你就每天多尝点菜吃。多尝吃好了，多吃可点菜多。多吃菜。嗯。啊，这两天可不用买菜。不是，这两天少菜。对，给咱要地的菜。啊，叫那切了，也有南瓜，啥都有。不，长得有龙南瓜。有，俺就叫也有。但前两天坏了，都得要来了。萝卜熬了，好吃。给恁老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可早点换啊。
给你充了30块的后费，俺们受着了。受着了，怎么就又来充后费？知道说充后费，不要给你钱，不要，咱俩后果充。嗯，少给你了就不叫给你充了，不少给你才。你吃的那老的了，吃给你钱，吃咋不要你？俺是伙费收的少啊。收的少不是不能一来讲不交伙费。这么办？我省了一笔结交了，没有人就远。中，我拿五块钱。嗯。俺们帮忙，这些菜菜说挣太多了，就好好挣挣。还谁看得起了？干嘛也好吃了，两口子好，来，关门了。好吃，关门。我去，我家给你交6000。